晚上好，我看到非常多的人来了，Hello，明赖，然后人优，他说去 LINE 爱心加到满。哎，如果在 LINE 看的朋友，记得赶快来到我们 Seven Eleven 的 FB，因为我们今天呢有非常多的抽奖。那抽奖呢，只有在 FB 才有进行抽奖，所以大家呢赶快来 FB，然后分享给你身边的所有亲戚好朋友们。Hello 次友，Hello 妹妹，Hello 家庭友，这几个都是你知道，我真的是。西东干瓦跳的好朋友们有没有都在线上准时看到大家？然后我们的线上小编也来了 ，Hello Hello， 你们有看到就是呢？今天我的这个有没有后面这排有没有有国际的大赛事来了？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期待，因为呢这个赛事呢就在下礼拜开跑了。那这么快乐的时候呢，小七也要跟大家一起同欢，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也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好康的、好玩的、好吃的，通通都跟大家一起同乐。好，那我们就是你知道，大家赶快把直播分享出去，然后赶快邀请朋友一起进来看直播，因为等一下我们真的要抽奖了。最后提醒，如果你在 LINE 上面看直播，赶快来 FB 好不好？好的，对，明赖说1120没有错，1120呢就是。开打的时间了，对吧？1120，而且今年很特别，是在卡达，这是暌违1919以来的在亚洲国家。我刚刚上网稍微查一下，原来卡达是归类在亚洲国家，蛮特别的。好，我可能知道地理不是那么好，对。好，我看一下人优说新品今天去买一波了。哎，人优你买了什么？我看一下你到底买了哪一些新品。好。来，然后最近呢，天气我跟你们说，真的是早晚温差非常非常的大。我早上的时候就想说，天啊，现在11月份为什么还这么热？你知道吗？就很像夏天。可是到了晚上太阳下山，我就觉得哦，一阵寒意吹来，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身体的自身保暖。天气会冷也会热，人有买了饭团跟便当，有今天有我也会介绍几款很赞的。那个梅玉说怎么没声音？梅玉那个。你答应我，你先退出之后再进来一次，好不好？那如果你在 LINE 上面看的呢，没声音，你就是按旁边的那个声音，因为 LINE 它自己本身有一个设定是，如果你没开声音的话，是听不到声音，你就会很像在看口语 ，OK？ 那、好的，那我们首先呢，人数慢慢的来到了，对，梅雨有听到声音哈，你看，答应我出去进来一定有声音，好不好？就是重开的意思 ，OK？ 好。来，因为人数呢开始慢慢的你知道上升，那因为我们也刚开始，所以呢今天要送一个真的我自己真的真心很想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山行新干线30周年的纪念小盘子的礼盒组，你看看是不是真的很袖珍，然后真的很漂亮，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没有在卖的哦，这是特别。为了要做纪念，所以要送给大家这里有没有？总共呢4款一起哦。然后呢，我们要抽2名哦，一个人是获得4个小盘子，真的超级可爱的。Jenny 说小七真的很好逛，对。志明说星星晚上好，志明好，好来，我们赶快来留言好不好 ？Take 2个朋友，冬天必备商品，快来看直播。我们等一下抽2名，然后各送一组的那个山行线小盘子，真的真的很漂亮。尤其是呢，现在疫情期间呢，虽然是可以慢慢出国了，但是想必大家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担心嘛。那我们就是你知道，看一些然后来自日本漂亮的东西，就是可以抚慰一下心灵的部分。Hello， 小乐，好，来，所以大家赶快持续的留言，因为今天呢，我们真的要送很多 Hokan A。来，再来呢，就是。每天你们都会看到的就是 iSharing 这次呢咖啡活动，就是我们的 City Cafe。 这一次呢 City Cafe 也有活动给大家，因为像夏天就喝冰咖啡，然后冬天就喝热咖啡，可是其实 City Cafe 它有非常多的品项，它不只是有拿铁，它有美式，然后也有更多很多 Hokan A 给大家。那我们这次活动呢都是2件79折，4件75折。那其实稍早之前呢，小编已经先帮我买好了。我喝一口，真的很好喝。我跟你讲，你看赛事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或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都要来一杯
CT 咖啡，而且我跟你讲 CT 咖啡的包装，像这次是 Open 讲的，超级可爱，好不好？大家就一起买起来，因为它现在是两杯79折，然后呢四杯是75折，然后活动直到11月29号，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每天喝咖啡的跟你讲，现在买最划算，好不好？ CP 值最高。好，我来看一下。Hello， 庭君，人又说花了500多用 iCash Pay 再折，是不是小七真的有非常多的优惠？梅玉说是冬天必备。好，不管冬天夏天，我觉得在小七买东西就是应有尽有，好不好？而且又非常的符合每个人想要的东西，而且又很划算。好，大家赶快持续留言留起来。那如果你在 LINE 上面看直播的朋友，记得赶快来到我们的小七的 FB 才能参加抽奖。好，首先呢，每到冬天，你知道天气一冷呢，就会想要吃火锅。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想吃火锅，就想要来闹，就是一个对冬天要吃锅，就是要暖暖的一锅。那我跟你说，吃火锅有的时候你脑袋就说啊，一定要很多人一起吃，没有，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有的时候。像我如果下班或晚上饿的时候，想要吃一点宵夜，想要吃一点热，我就自己去小七买，一人又可以挑很多，你知道各种口味的，很棒。好，来，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考验英文的时候 ，My Michelle。妈，完蛋呢！好，他说已经买了4件75折，很好很好。咖啡就是要买起来。来，首先我先介绍第一款，我们人数来到100的时候我们就抽，好不好？现在还有一点点小距离，大家努力一下。明赖说天冷就是要吃火锅，这个 Michelle。妈，好不确定。他说台南的第一万家小七超级好逛，好逛，好吧。我跟你说，其实蛮多小七都很好逛，而且店员都我觉得都很热心。像我公司附近的，或者是家里附近的，都超好逛。然后呢，一定要加进去他们的爱划算群组，很好买，好不好？人妖说要囤脂肪好过冬。Alice 说星星在说什么，不是因为那个英文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发，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就会讲的比较小声一点，这样子就不会让人家发现，有没有？就像那种老师假设明天要抽考，你们知道以前都要唱校歌吗？然后校歌以前要回去背那个校歌的歌词，然后大家来一起唱，然后唱的时候发现你不会，你就会对嘴，那你要不要唱？然后不然就小小声。要不要唱？我记得，但我没有想唱的意思。OK， 好，那我们持续赶快来介绍火锅。小编刚想拐我唱歌，你们今天人数又不够，唱什么歌？这样子不行啊！想，大家真的有想听我唱歌吗？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唱歌很好听的人，你们知道吗？好，人家说对，小声就是心虚说，没有错，我们就。心虚说，但是好吃就要大声说，所以要赶快介绍好吃的东西。首先来介绍第一个是新加坡风味的乐沙锅，来拉萨，乐沙锅是这个，我记得有梅菜，对不对？等一下啊，我衣服很有可能会染色。来，这个你在呢小七看到呢，就会是长这样，有没有？这个包装。这个呢就是我们星级享宴的乐沙锅，这个是来自新加坡风味的乐沙。我觉得乐沙锅很好吃，它就是味道风味非常的好。然后呢小编也帮我微波好了，我来看一下。 Alice 说大家晚上都去吃火锅了，可以宵夜也可以吃火锅。它里面呢是有淋上那个椰浆奶水调制的浓郁汤头，然后呢香醇又浓厚，而且里面有真的很多料，捞给你们看，我等一下沾的满身都是。来，你看里面这个东西，我看一下哈，这个是油豆腐，哇，你看还有冒烟，然后呢它还有半颗蛋，这里半颗蛋，喂，好，然后还有肉片，然后呢还有面跟一些料，我先把它均匀的和在一起。我想先喝喝看它的汤头。有人喜欢乐沙锅吗？很香耶，
它的汤头很好喝，它汤头就是它那个椰奶味，然后呢它有一点辣，就是那种你知道在新加坡吃就是辣辣热热的。这样真君说不该穿白色，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很好笑，就是我不管穿什么颜色都会粘在衣服上，所以穿什么颜色好像不是重点。它面条，它面条是属于那种 QQ 的那一种，然后来吃吃看它的，我想要吃豆腐，这豆腐感觉吸饱了汁就很好吃。这豆腐不得了，各位，它吸饱里面满满的那热砂锅汤头的汁。我来看一下，Jenny 说小溪的天地，天数地疏，天数地疏，对，天数地疏的专区很丰富，天数地疏也很好吃。玉琪说看了又肚子饿，线上小编说边看边流口水，没有错。志明说星星今天运动风，志明你有 get 到，对，今天就是运动风，你很可以，今天就是运动风，没有错。好，第一个是热砂锅，然后呢他们有个活动，就是呢你们知道有的时候你去那种火锅店吃呷哺呷哺的时候最后都一定要吃什么冰，所以呢11月16到12月13呢好吃的锅物有一些特定的锅，指定的锅呢都有做优惠给大家，任3件88折，只要再加69块就会送指定的冰品，像是哈根达斯的或 Cold Stone 就送一个，然后口味就是不限嘛，就是加69元就可以搭，就有一个锅，然后再加一个冰。有没有那种很冷的时候，除了想吃锅，然后就很想要吃冰，越冷想吃冰，然后越热想吃锅。冰淇淋都有脂肪，是不是？哦，我们小编说了一个很荒谬的歪理，就是吃冰会有脂肪，大家可以囤起来保存热量的概念。好，我来看一下。王彤说冬天必备商品，人优说蔬菜区很好吃，玉琪说没有加价购的商品，有有，今天后面有，好不好？要持续看到最后。玉琪说现在冬天吃冰不好，我觉得冰要看，因为像有些人就是体质适合，但是呢偶尔吃一下过过瘾是可以的。好，没有错，线上小编说火锅吃完就是要吃冰，所以呢你买到你喜欢的火锅，然后呢3件88折再加69元就可以送 Cold Stone 或是哈根达斯的冰。那除了刚介绍热砂锅之外，我另一个呢是这个海鲜味噌锅，你们在门市买的时候它会是长这样，有一点反光。好，你们买的时候是这样，没有，满满的一大碗，然后料非常的丰富的一个海鲜味噌锅，然后呢他们都是星级飨宴的。好，我来看一下，人数是不是来不到那个，我觉得我们先抽好了，因为没抽大家没动力，你知道冬天大家需要加一点油，还没吗？再一下下是不是？好，小编说他觉得我们有希望可以慢慢达到人数，所以我们再努力一下。好，等一下是抽两名哦，不是抽一个哦，是抽两个哦。好，来，我来介绍另外一个是日式石兽锅锅底的北海道代表作之一的这个味噌乌龙面。来，而且呢，它里面的料真的很丰富，里面还有一块超级无敌厚的鲑鱼。你们看，这个海鲜，你可以想象吗？我不行。真的很厚哎，你看这个鲑鱼，有没有？有没有？然后呢，它的每一个鲑鱼呢，都是用仅2片的菲力鲑鱼排放的，真的是很棒，很棒。好，我现在要把它 all in 到这个汤里面。等一下哈，有豆腐、海带，然后虾子，然后还有这个杏鲍菇、红喜菇。然后跟这个鲑鱼，然后还有洋葱，然后还有这个是蛤蜊。好 ，all in， 耶、yeah ！谢谢。小朋友，跟你要一张卫生纸吗？我现在手指头满满的都是味噌。谢谢。好，我来看一下。有人说假修个假量对胃肠不好，那我们就隔开一点，就是热吃完，然后过一下，然后再吃冰的。好，我来看一下，美美说吃起来
然后对，没有错，今天要介绍四家。在介绍四家之前，我先把这个味噌锅先来试一下给大家看。我想要先喝汤，可是拿错了，我拿到筷子。就懂吗？得，我们要专业一点，要先把这个汤匙擦过，这样才不会你知道有味道。我们现在是美食评论家，好不好？好的，来，我来喝喝看这个味噌，这是味噌哦，不是味噌，味噌。我有那个上过，那个确认过，没有错，国文小老师。哦，哎，这好喝哎，它里面有那种淡淡的。就是很像你有加那个菜头的感觉，就是那个汤底很清爽，然后很好喝，然后不会太咸。哎、欸，等一下，这个不是洋葱，这个是菜头。嗯，然后呢，它鲑鱼很厚，所以我要吃鲑鱼。那，嗯，这个鲑鱼片应该跟我眼睛一样大吧？对吧？有吗？我眼睛比较大，比你眼睛大哦，比我眼睛大。那我要检讨一下，我眼睛为什么比鲑鱼小？嗯，好，我咬一下。嗯，哎、欸，它那个很好吃，等一下。嗯嗯、欸，那个很好吃，推荐给大家。现在冬天冷呢，小妹子急着要把我的火锅收掉。他怕我一直吃一直吃，好，都给你们，都给你们。我看一下，对，线上小编说鲑鱼好大，鲑鱼真的很厚很大。妹妹也说感觉很好吃，真的。线上小编问大家说谁喜欢鲑鱼？喜欢鲑鱼的帮我刷一排鱼好不好？大家就鱼鱼鱼这样留下来。我想要看刷一排鱼，因为就是喜欢鲑鱼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喜欢鲑鱼的留言？鱼刷一排鱼刷起来。王彤说：“我妈，你妈喜欢吃鲑鱼是不是？那妈妈有没有一起来看直播？好，来跟大家再复习一次、哦。我们现在指定的锅物呢，11月16到12月13呢是任三件88折加69元，会再送哈根达斯或是Costco， 好不好？如果你在 LINE 上面看直播的朋友，赶快来 FB， 因为我们 FB 才有抽奖。哎，刷一排鱼耶，大家真的都喜欢，对不对？都喜欢。哎，等一下。”停雨啊！哎，平均啊，平均啊，不是下雨的雨，我们没有要起雨，我们是鱼，好不好？我们还没有要起雨哈。好，我等一下来看一下大家。哎，小编，我们抽好了吗？我来看一下哈。好，在确认抽好前，我再来介绍一个，就是接下来冬天我们都会喜欢在家里煮火锅，但有的时候呢，哎，我跟你讲，有个东西很方便。哎，怎么了？大家忘记要留言留什么是不是？对，小编帮我再上一下那个复习好不好？大家来赶快留言刷起来，大家持续赶快留言，因为我们要送那个三行线纪念的小盘子，是一次四个哦，一次四款小盘子哦。有刷一排鱼，有大家都喜欢吃鱼。好，大家赶快留言，赶快再把留言这边有没有？这里有没有？很像那个广告有没有？这里赶快留言留起来，我们要抽两位啊，抽两位哦，我自己都想要抽。来抽什么？有人问，抽这个三行线的纪念小盘子，一组四款，一次送是送四款、哦、而且这个是买没有买不到的，这就是这边送给大家的，就只有在这里送而已。欸，我真的很适合做一个那个拍桌子的，你知道吗？这样很热闹的感觉，还是买那个啾啾，你知道敲会啾啾的那个。好，来跟你们说，就是呢，冬天或者是你平常如果喜欢吃火锅的话，然后你又不太会下厨，或是你想要吃一些比较特色锅底的话，就是要买像这种。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寿喜烧，有没有喜欢吃寿喜烧的朋友？而且这个寿喜烧很特别，它不是只有锅底，它里面有料。它里面呢有汤包，然后呢洋葱包，然后五花肉，还有乌龙面。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齁甲好吃知名的寿喜烧。这个呢现在也买得到。然后还有喜欢泰式的这个宋丹乐的冬阴功，冬阴功这样念吧，对吧？嗯，哎，这个也很赞，好不好？泰式的冬阴功，你也可以买汤底，然后去露营，这样子
也很棒，也很赞，好不好？推荐给大家，冬天要吃锅，吃锅呢也要吃冰。那11月16日呢到12月13日，指定购物3件18折加69元就会送 Costco 或是哈根达斯。好的，志明说吃鱼会补脑，那我是不是要多吃一点？可以补脑哎。好，来大家持续留言 tag 两位朋友，然后呢，我们等一下来抽奖。好，再接下来呢，我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呢，你有锅底有料啊，没有锅子就没办法煮嘛，所以在这边呢，特别挑了两款锅子给大家。如果你家里还没有锅子的话，可以参考一下。第一款呢是我们的膳魔师的双耳鸳鸯火锅，然后呢它有两款颜色，一个呢是雾灰绿，另外一个是丰饶红。这个呢有帮大家准备好了图片给大家看，大家可以一起看。然后呢还有 Green Pan 的双耳汤锅，这两款呢都是现在冬天呢，我觉得拿来煮火锅的话呢都会非常非常的好用，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真的很漂亮。我有见过那个膳魔师鸳鸯锅本人，28公分，宽度又够大，然后呢又很好看。我觉得其实火锅的锅子不只是拿来煮火锅，它可以其实可以变成石头火锅，你就可以在上面炒，你知道吗？好，王美美说超赞的露营很方便，赖想想说双十一购物用起来没有错，秀莲说门市有卖，你说哪个部分？你说锅底吗？还是火锅？好，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讲三行线。哎，小编我们有抽到吗？有吗？有吗？确认一下。抽好了。抽好是不是？那我们先赶快来看到底送给谁，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介绍这么多了，大家一起陪我到你看节目的一半，到底是哪两位获得我们三行线的纪念盘？恭喜！我们恭喜 Alice， 还有我们的吴威凯，吴威凯，恭喜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这次三行线的这个纪念的小盘子，真的很漂亮，你看，超级超级美的，好不好？来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呢你中奖不用担心，我们每个月月底都会把你的中奖名单公告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那小编呢也会跟你做联系，所以你不用担心呢收不到商品。好，好，来，再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三行线呢这次呢首度有没有跟新厨屋首度合作，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总共有3款的酱烧牛烧肉料理，它总共有3款哦，喜欢吃牛的朋友千千万万不要错过。来，首先呢我先来介绍第一款，这个呢是我们的烧便当，这个有没有？这个是烧便当，我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好，来，它打开呢里面就长这样，诶，它这个盒子很漂亮呢，有没有？好香哦，超级香！这个是我们的三行新干线的牛烧肉便当，这个分量很充足哎，真的。然后呢，不喜欢就是常常吃饭觉得有一点咸的人呢，可以吃这个。这个呢是我们的乌龙面，炒乌龙。来，我要打开让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炒乌龙。看起来也很好吃，然后料也非常的实在，然后面也非常的宽饱满。哎，真的喜欢吃烧肉，牛炒牛烧肉的人真的是不要错过。这里这里这里，好 ，Alice 说谢谢小编，谢谢星星，吴威凯说谢谢。好，希望你们呢持续可以常常来看我们直播哟，哈啊，没有抽到的人，来，我现在题外话，我来帮你们凹一下今天的福利好了。没抽到的人想要吗？想要这个吗？想要吗？欸，我帮我拿起来，等一下掉了。那个有人想要吗？想要刷一排，想要，你们刷越多我们就送，可以吗？小编，可以吗？可以齁。好，来，这个盘子这一组，小编我们剩最后几个，本来我要自己留的，加我自己留的，最后剩几个？哪一个？
小编，我们剩几个？很多人说想要，来，我们看剩几个，连我自己留的都送。剩几个？有三个吗？三个，含我自己的都送，好不好？今天太开心了，我们就都送。送都送，那个你下次再补偿我其他的。好，那我们就再抽三个，大家都想要哎，刷一排想要，有我看到大家真的都很想要哎，我自己的都送出来了，你们真的不能不再找朋友一起来看直播，我自己的都送了，三个好不好？来，大家留言，先帮我留言 tag 两位朋友留言，暖冬首选就在 7-11。我们抽三名好不好，每个人收到不是一个小盘子，是四个小盘子，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这么美的这个小盒子，它根本就是一个艺术品，超美的艺术品，抽三个大大方方的送给大家，有每个人都说想要，很好就送好不好，想要就送，好，来，那个大家赶快留言，这边 tag 两位朋友，暖冬首选就在 7-11。那记得呢，我们抽奖只有在FB 才有，在 LINE 的朋友赶快来 FB， 赶快来 FB。好，有大家都在刷一排想要，就是喜欢看你们刷想要，我自己就觉得很开心。好，来，除了刚刚介绍的那个便当跟乌龙面，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握便当。这个就是很方便吃啊，它打开来让你们看一下，就是这样，有没有一个寿司，有点像寿司的感觉，然后呢它有一个海苔包着，这个也很方便吃，然后呢味道也非常的棒，推荐给大家。这次我们三型新干线总共有三款不同合作的便当系列，都很棒，然后呢这次呢活动也很好，所以大家赶快记得好去小七买起来。爱丽丝说美翻了，等一下，美翻是指我本人吗？因为没有其他商品啊，应该指的是我本人吧，我本人。好，大家记得要 tag 两位朋友哦， tag 两位朋友才能参加抽奖哦。网友说想看寿喜烧内容物，是不是？来，我们来开箱寿喜烧内容物，想看就给大家看。来，打开呢，里面会长这样，来，我通通拿出来。会有一个锅底，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寿喜烧锅底，然后呢有个乌龙面，然后呢还有一盒牛肉，来，这就是我们这个寿喜烧的锅底啊，还有一包寿喜烧酱，这样子，总共四样内容物，这样看得到吗？哦，这是炒洋葱，是不是？哦，炒洋葱、乌龙面，然后牛肉片跟这个寿喜烧酱。这样子，然后你可以自己再去买喜欢的料，或是直接到我们爱华蒜团购啊，或是到我们的爱预购，其实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生鲜都有在上面，大家都可以买得到。好，来，再来呢又要进行到刚刚我们的这个，等一下，我的好朋友志明他刚刚有说凤梨世家，没有错，又来到我们的爱华蒜水果系列。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来自我们台中盛产的台东凤梨世家。那我们这次介绍的这个世家呢，是好世家一。你先让你们看包装，因为真的很漂亮。来，这样子一盒呢，里面是两入，它这个礼盒组呢，两入是339，而且很大一颗。就这样一提，有没有两入？这个送礼自用都很棒。哎，我记得里面有含籽的，好像是不能拜拜，对不对？对，但是可以自己吃，没有关系，好不好？王美世家，王美世家吗？你说看包装搭我吗？王美家世家，王美家世家是不是？还是怎样？那个台东世家的朋友，没有人要来找星星拍个照？哎，我跟你说，我本人真的很喜欢吃凤梨世家，但是它热量偏高，因为它比较甜，但我觉得很好吃，我个人真的很喜欢，因为它可以边吃边吐籽，就是很 就很开心啊。然后呢，你怕这样子两颗吃不够，我本人一定会买这个大组合，这里面呢有5到6颗，它是随着公斤数来安排，所以有可能你收到呢会是5颗或者是6颗。然后呢，这里面呢是团购价，两大盒一起买，一盒是500块，这个真的要买起来，因为你看这个包装
这个猫咪，我看到猫咪就想买，管它里面是什么，就先买好不好？来，我现在呢就来到我们的试吃环节。哎，等一下，咪咪 Mary， 你没有吃过凤梨世家，你真的没有吃过凤梨世家？我们在场有没有小编没吃过凤梨世家？大家都吃过，没吃过就一定要买，赶快上爱划算，好不好？赶快上爱划算。人妖说喜欢那个招财猫盒装，真的很漂亮，这个拜拜送礼自用，哎，不能拜拜，可以送礼自用都很合适哈。那我现在赶快来吃，哎，这个熟度刚好，我把它扒开。小朋友，我可以用切的吗 ？OK， 我可以，我怕它随时会被我剥一个。我前面摄影师会满身都是世家，借我一把刀。有切好了是不是？好贴心哦！来，谢谢小编，而且他还帮我把外层的纸都剥好了。还是哎，等一下，是小编自己要吃的，是不是？本来这个是小编自己留着要吃的，是吗？是小编要吃的，我不管了。因为小编要吃的，我就是要先吃。嗯，好好吃，哎，嗯，哦，很好吃，拜托你们去买，真的很好吃。我可以一个人吃掉一整箱。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很甜，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真的。而且很便宜耶，它很大一颗耶，它现在两入组这样子339，一盒五到六，哎，叉子红，叉子红，一盒五到六颗，一盒这样500块，我觉得哎吼，嗯，真的很好吃，嗯，这个有纸，嗯，抱歉，真的很好吃，等一下。娟妮说凤梨世家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人又说很无趣，只切好了没有？那个里面还是有籽，我刚有吐籽。你们是不是想看我边吃边吐籽？不然为什么会说什么籽去好了很无趣？好，线上又突然人数变多了，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在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爱划算的水果系列。那水果系列呢，现在介绍的是来自我们台东的好事嘉义凤梨世家。它现在两入呢，这样一组339，那一大盒有这个可爱招财猫的图案的这个呢，是大概5到6颗，两盒一起买，一盒是500块。好，我来看一下 ，Michelle 说天哪，感觉很美味。然后呢，加田说问一下那个凤梨世家是没熟的送来还是熟的送来？当然是给你快要熟的，怎么可能熟的再给你？这样你吃不就烂掉了，对吧？所以呢，它就是给你那种你来，然后稍微放一下就会刚刚好熟的，这个不用担心。那除了呢，可以买到好吃的水果，其实我们爱划算上面有真的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像是我桌上这堆琳琅满目，像是米啊、茶啊都买得到。所以呢，大家赶快加入我们的爱划算群组，就可以呢买到非常非常多好康诶。那你们有看到，嗯？我来看一下，咪咪 Mary 说本来就可以吃，哎，咪咪 Mary 没有，凤梨世家的概念其实就跟洛梨一样，它是必须要放的，要放到它有一点微软，不能太软，有点微软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吃了。因为我有吃过没有熟的，所以我很清楚，就那个洛梨我也有吃过没有熟的。好，来跟你们说，我们这么多人在留言，在留什么？大家先不用思考留什么，你只要看下面的小编置顶 ，take 两位朋友留言。暖冬首选就在 7-Eleven， 就有机会获得抽奖，要抽的东西就是这边，好不好？而且我们要一次抽3个，连我自己要留的都送给大家咯，所以大家赶快留言留起来。来，介绍完水果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活动，11月底前呢 OP 的会员，如果你有，欸，不是如果你有，是你是 OP 会员，在爱划算或爱预购买指定的商品，你只要满999元，怎么样就有机会参加抽奖。来，我跟你讲，第一名呢，就是不第一名啊，头等奖就是我们台东热气球自由飞3名。哎，台东的热气球是季节差不多了，是吗？过了吗？还没吧？
台东的热气球自由飞三名，我觉得现在天气很适合，而且台东的风景很棒。然后第二名呢，一等奖也有台东南丰铁花站双人住宿，很赞。第三名呢，也有凤梨世家，所以呢，大家赶快好不好买起来？好的，再来呢，要来跟大家介绍呢，冬天除了吃火锅之外呢，当然还有 iSharing 的巧克力。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在门市都有看到一些超级可爱然后又好吃的巧克力呢？而且呢，它每一个巧克力呢都有非常多的优惠活动可以给大家。来，我帮你移一下，因为我看不到，我等一下打翻。好，来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 iSharing 有什么活动。11月16到10月19呢，指定商品任选2件是8折，4件是77折。那买4件呢，会再加赠5%的 OP 点数。好，我来看一下，有大家都持续的在留言。陈明赖说热量会很高，明赖你说那个凤梨世家吗？我跟你说，凤梨世家热量会高是一定的，因为它很甜。但是呢，冬天嘛，考虑热量干嘛？就是吃啊，对吧？开心吃好不好？就是要开心吃。好，我要赶快来让你们看，我今天呢又挑了两款巧克力来跟大家玩。首先呢，第一个是东尼吉莫 Tony's 东尼吉莫的这个圣诞倒数月历。现在又来跟大家玩一点小游戏，因为它打开呢是，等一下，它打开呢是这个日期，然后呢它这边是英文版，这个是中文版的翻译，怕有人看不懂英文的也帮大家翻译好了。好，我先跟你们说，因为这里呢有几个破洞，那个是小编已经先偷完了，你知道吗？这里小编有先偷完了。来，现在从数字数字几啊，这有数字几，来从20、25到，好了，你们看画面，你们看画面有什么画面？因为我现在实在是一到十四，是不是？1到24，大家1到24，来刷几号，开几号？现在很有那种古早的感觉，以前那个叫大乐透开奖。1到24，你们留言几号，我开几号。Michelle 说前几天买了很多巧克力，Michelle 也喜欢巧克力。同号说圣诞节要来，没错。舒瑜说不小心买太多巧克力，来，舒瑜说22号，来22，我看小编有没有开过，没有，22，那我们来开咯。我真的是，等一下哦，卡住了，卡住，好，这样，这个被小编拿了，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这样很可爱的东尼吉莫的巧克力一个，这样子，这样，噔噔，好，来，我再来看一下，11号，好，就他隔壁 ，OK， 小编，你为什么这个又开了？来，我跟你说，小编已经偷开好几个了，害我现在就是没有开的那个小惊喜，来，好。我先开两个，因为我等一下还有个巧克力要介绍给大家，我想要先吃吃看。我吃这个好了。它里面呢是长这样，很像硬币的感觉。这里有没有？很像一个硬币的感觉，这样子。一个巧克力，小小的巧克力，很像那个挂在圣诞树的小造型。这里。好，我要吃吃看。等一下，它好硬然后里面呢有核桃，就是有坚果，这个好吃又好玩。那另外一个巧克力呢，要介绍给大家的是这个，等一下会掉。这个呢是好时 Drops 的夹心巧克力酥，它总共有两款，一个呢是酥白巧克力，一个是杏仁牛奶巧克力。这个大家呢应该很常见，这个应该。好吃好玩又方便携带，然后呢，这盒子又可以拿来装零钱，非常的棒，也推荐给大家。现在呢 ，iSharing 的这个巧克力活动都已经开跑了，所以有看到喜欢的巧克力都可以买起来。人忧说蚂蚁人的最爱，伊森说可以买给小朋友玩，可以。
好，接下来呢要来介绍呢，就是呼应我们今天的这个运动风，来要一起下礼拜开始的这个国际赛事，就是我们的足球赛。大家有在看足球赛吗？你们先留言，你们支持哪一个国家，好不好？我想先看一下有谁支持哪一个国家。来，先跟大家复习一下，就预习一下，我们等一下介绍呢，这次跟我们的足球赛有相关的商品有哪一些？那一样先用图片来跟大家预习一下，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图片，等一下呢带大家看一下，就是呢现场有什么活动。好，我先回一下讯息。Michelle 说就是买这个，你说买那个倒数月历吗？好，我来看一下。Eason 说很好吃，对，巧克力很好吃。然后线上小编也喜欢巧克力月历。义军支持德国，明赖支持巴西，加东是西班牙，真荣是德国，然后舒瑜是西班牙，伊森是德国。哎，不相上下，大家不相上下。那现在呢，看球赛呢，有个很棒的活动，就是呢，你现在在我们活动期间到11月16到12月27，任选两件是8折，4件是75折，还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就是泡面。你知道有时候因为时差，所以有时候要大半夜看球赛，任选第二件是6折，而且呢买2杯指定的泡面再送哈根达斯雪糕，买2送2的兑换券。好，大家刷一排国家来支持什么刷什么，好不好？哎，我们刚刚不是有临时加码送3个那个盘子的，我们等一下抽好了是不是？好，赶快先来公告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呼应我们这个国际赛事，我等一下再凹一样商品送给大家，想要吗？等一下刷一排想要。哎，等一下你们先留言国家好了，不然刷太多东西了，留言国家就好了，因为我想知道你们支持哪一个国家。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三个人获得我们三情线的纪念盘。恭喜噔噔噔，恭喜杨淑芳、尤家东跟陈雅珍，恭喜你们获得我们的三情线的小盘子，真的很可爱，我连我自己的都送出来了。我跟你讲，心意非常非常的够。好，来来来来来，我要赶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一些东西。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有一个后背包。来，后背包呢，这个呢就是所有，好不好？大家都要先买一个。它呢，这次是我们这一次2022的纪念款。然后呢，它就是不分国家。你为什么要先买后背包？因为你买了后背包才能装得下其他东西，所以这个后背包呢一定要先买。然后它的背带呢，这个织带是这一次呼应我们这一次赛事的整个主视觉。那它也很简单，很好携带，也很轻。你不管拿去例如说运动、游泳，或是你之后夏天要用都可以，因为它很轻，然后也非常好折、好收纳，这个也好提，然后这个也很好背。好，我就这样背着，好不好？你看这样是不是也是一种造型，就是它这个织带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让你们看一下这样织带的感觉，有没有？其实也很好看，好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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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再来呢，这个活动是从11月16号到12月27的门市快闪购，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起来。我来看一下，对，恭喜恭喜恭喜中奖者。好，医生说真的很可爱。好，咪咪说常看到的人没有错，就是常常来看我们直播呢就有机会，好不好？获得，因为它就是一个电脑抽奖的，所以呢可能是看那种来的次数。医生说我背很好看，谢谢谢谢。有没有有没有很运动的感觉？但我不会踢足球。 OK， 好，来，再来呢就是这个，总共我们这一次呢有6个国家，法国、巴西、德国、阿根廷、西班牙跟英格兰，总共有6个国家，所以呢有6款披肩。来，首先这个呢是 Spain， 就是西班牙，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帽子，有没有很可爱？我觉得这个到夏天你如果去海边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是西班牙款的纪念披肩，
好，让大家快速看一下。再来呢，这款是阿根廷的纪念披肩，然后呢一样也是有一个帽子，然后呢长这样子一个纪念披肩，然后再来呢这是英格兰的，长这样，然后呢一样有个帽子披肩。好，再来这个是阿根廷，因为我刚刚是不是讲过阿根廷，没有，我刚讲阿根廷，等一下，那这个哦，这是阿根廷哦，这个是 Argentina， 这个也是阿根廷，都一样都一样。来，这个也是，有没有？好，那这个呢是德国 Germany， 我英文突然又变好了，就是德国的。那最后呢，这个是巴西的，有没有？来，这个。这个披肩呢真的非常可爱，你就可以呢到时候快闪购的时候先买起来，然后呢就披着，到时候呢你就可以到，例如说你的大家聚在一起朋友看球赛的时候呢，可以一起披着自己支持的国家，然后一起看球赛，然后买零食泡泡面，好不好？这小七都可以一起搞定，而且非常的舒适，然后在家呢有保暖作用呢，也有那种一起参与的感觉。那除了有这个披肩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很多人支持啊，德国，法国，英格兰，有很多。好，再来呢就是啤酒杯，谁看球赛？不喝酒，但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然后呢，这次我们一样有6个国家的啤酒杯，法国、巴西、德国、英格兰，然后阿根廷跟我们的西班牙，总共有6款的啤酒杯，大家就可以你知道买一套，就是同一个国家，然后买一套举杯庆祝。那除了有啤酒杯呢，这个是1000ml的啤酒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壶，来这里呢一样也有6款的纪念水壶。这个水壶呢也很好用，这是1000ml 的水壶啦，这是1000ml 的水壶，然后总共有6款，那你就可以买你自己支持的国家，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在家里可以一起。等一下，小编要加嘛？又加？哦，对，我刚有帮大家凹东西，我忘记耶，谢谢小编，今天小编很佛心，好不好？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吃了你们的凤梨世家？因为你有点我有留给你们吃，是不是？好，我看一下哦。好，大家都有一直在留言国家，那我们送，我觉得送披肩好不好？因为披肩比较有那种视觉代表性，好不好？我们就随机送一个国家的，你就抽到就是随机的。然后呢，我们抽一名送这个披肩，这样。对，就是有小红帽的感觉，这样。有没有送这个披肩？抽一名要不要送给大家？好，那我们留言留，我看一下哦。我们来留言留，tag 2位朋友们是11月16开跑，为你喜欢的队伍加油！来，大家赶快留言留起来，好不好 ？tag 2位朋友，然后留言，我们抽一名，然后送随机国家的披肩。这个披肩也可以这样披啦。有没有？我觉得其实这披肩蛮好的，是如果你是运动完，然后它也其实可以当做就是有点吸汗毛巾的作用，这样很棒。人妖说：“我是不是吃鲑鱼了吗？鱼脑症？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人妖，你这样对吗？我伤心哦，伤心太平洋，伤心太平洋是一首歌吧？哦，好，我没有暴露年纪，我是听的比较远。”没有暴露年纪，好，好，大家赶快留言留起来，门是11月16号开跑，为你喜欢的队伍加油。然后呢，我们就送一款披肩，那披肩我们是随机国家出，所以大家呢可以然后看看好不好？那喜欢的呢，就记得我们11月16号就可以直接到门市去加价购加起来。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呼应这一次的赛事，那我们在门市呢，临时泡面呢，也都有做优惠给大家。因为现在你知道，有时候看球赛真的有时差，有时候那种半夜两三点要起来看球赛，真的不能没有泡面，就是必须要有泡面支撑这一切，有没有？感觉比较有那种动力。然后呢，你再买一个这个啤酒杯，就啤酒尬泡面。看球赛棒棒赞赞，好，大家赶快留言。那在大家留言的同时呢，最后来帮大家总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呢，水浒刚介绍过了，小编你是不是没有认真在看？我们刚已经介绍过水浒，这个是有1000亩的。小编你是不是没吃鱼，所以鱼脑症？对不对？鱼脑症，哎、欸，人忧鱼脑症的人是小编，不是我。好。同号说零食吃起来没有错，看球赛吃零食。好，来最后呢，帮大家快速的简单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呢所介绍的东西。那大家呢，如果你比较晚进来的，记得下一次每周二晚上8点准时进来，这样就会看到我们前面也介绍了非常多好康哎。好的，首先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 iSharing 的咖啡活动，我们 City 咖啡现在也有活动哦。到11月29号，2件79折，4件是75折，大家应该就直接4件4件买起来，因为早上喝一杯，然后晚上也可以喝一杯。好，再来呢，就是冬天到了，所以呢火锅也到了，就是暖暖给大家。那门市呢，现在都有各种不同风味的火锅等着大家去做挑选。那到11月16、12月到13呢，指定的锅物呢，你只要满3件，除了享88折之外，加69元还可以获得 Costco 或是哈根达斯一个，哈根达斯一个冰品，知道假修假练这样子爽爽的感觉。那如果呢，你想要买锅底回家自己煮自己料理的话呢，也可以，我们有寿喜烧锅跟我们的冬阴功两个锅底，也推荐给大家非常有风味的两个锅，你可以自己在家里买喜欢的料回家自己煮。那有锅底呢，没有锅那当然就没办法煮啦，所以也推荐大家两款好看又好用的锅，现在在我们门市也买得到，是我们膳魔师的双耳鸳鸯锅跟我们的 Green Pan 的双耳汤锅，都很漂亮，都很好用，而且呢 CP 值也很高。那刚刚一直送出的跟我们新干线联名的这个铁路便当的这个盘子，那它其实呢是没有在卖的，这个是因为直播所以送给大家。那买得到呢，就是它现在的便当联名，有一个便当，一个乌龙面，还有个握便当。那喜欢吃烧牛肉的朋友呢，也都不要错过，记得赶快到我们的门市去抢购。再来就是我刚刚赞不绝口的台东好事加一的凤梨世家，赶快上爱华蒜买，爱华蒜买，这个我真的不用多介绍，直接就是那个大盒大盒的团购，两大盒买起来，而且它包装是个招财猫，好看猫就买，没有什么理由，好不好？就是这么可爱，对，猫咪狗狗是王道，有猫有狗就赞。好，大家可以截图。好，来，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iSharing 巧克力系列，从10月16到10月29，任选2件是8折，4件是77折，买4件再加赠5点的 OP 点数。刚刚也跟大家玩的那个 Tony 寂寞的圣诞倒数，然后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巧克力，你现在到我们小青门市呢都可以看到，那上面呢如果有优惠的都会标示给大家，大家就可以你知道买起来。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现在下周准备开跑的这个足球赛，好，大家可以跟着自己喜欢的国家买起来，然后呢陆续开打。所以呢，除了有我们这些周边啤酒杯、水壶、披肩，然后还有后背包，好，都可以在我们门市，哎，挡到了，在我们门市买得到。来，让大家再看一下后背包。这个呢，现在在我们门市呢都买得到。除了有这些周边商品呢，还有最重要就是零食跟泡面的支撑。所以呢，看球赛除了热血，当然呢还要有热量的加持，这样呢就可以一起支撑球赛，好不好？我们就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好的，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开始在刷留言。好。那最后呢，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想要在线上再问星星的呢？好，来，小编怎么了？
哈根达斯是不是世足活动送的？没有错，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足球赛送的这个哈根达斯，它是送买二送二的券，好，买二送二的券，这个我们足球赛送的，没有错，没有错。好，来我看一下大家都来留言留言，很好很好，大家抽起来哈。好，那最后呢，跟大家在那免不俗的，就是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们每周二晚上八点，在我们小七的 Seven Eleven 都有直播。那就是呢，你们每个礼拜来呢，除了可以看好康，然后看到非常多好玩的好吃的 CP 值很高的，还可以看到星星我本人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为了要看我来看直播啦，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好吃好玩的，都也可以在门市都买得到。好，我们那个看一下，自从找医生说吃火锅了，好，自从你们一起去吃火锅，很好，好，商友商友怎么了？好，来，我们最后呢要来抽出一名获得我们的这一次是足球赛的这个披肩，那国家是随机的，抽一名送。那我们来恭喜，到底是谁获得我们这一次的好礼？恭喜恭喜，金金，这是金吧？金金，恭喜金金获得了我们一款的披肩，恭喜哦！等一下，那个是囧号是不是？哎，我国文可能也不好，我一直叫他同号，抱歉，是囧号是不是？好。嗨，囧浩 ，Hello， 囧浩，我现在又跟新朋友一样。好的，希望呢大家在今天晚上呢看的直播呢都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享受。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新消息呢，就记得追踪我们的小七的 FB， 还有小七的 IG， 然后呢也有很多影片可以在我们 YouTube 上面看得到。那小七的 LINE 呢也会不定时推播好康的，所以记得呢。要赶快，有没有看到手机就要记得到门市去走一走。那如果你现在在 LINE 上面看直播呢，记得赶快来到，不用赶快了，就是记得固定要来到我们小七的 FB 看直播，因为好康的好玩的抽奖的都在我们小七 FB。 那期待呢下周晚上八点再跟大家见面，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快乐，那记得早晚温差大，要注意保暖，我们下周见，大家拜拜。